投胎嘅林翠玲，嚇、啊！即係今年就喺呢個會期裏邊要霸王硬上弓就要通過，係咪戰到咁交關咧？請問個政府唔使諮詢，唔係唔係你做咩開特別會議喎？五月十七號公佈，咁快就開特別會議，人都民意通常咧，就如果政府有政策宣布之後咧，我哋就會開特別會議同大家介紹，而且我哋啱啱即係而家咧都係通過呢、這個即係呢個會咧，我哋要話俾人聽咧。政府夾埋你建制派，係嘛？霸王硬上弓，剝奪香港人嘅政治權利，剝奪香港人嘅投票權同埋參選權，要快靚正咁一次過搞掂，係嘛？為一個有關憲制嘅改革啊，為要充分諮詢呢個好憲制改革嚟嘅，第啲國家嘅立法會裏面立法機關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甚至要公民投票啊！林瑞麟，你知唔知啊？一陣間先俾時間你講好冇？唔係，我係抗議啊！係嘛？點解可以咁樣嘅？咁倉促就要開會嘅？文件你睇咗幾日嘅啫嘛？開會係主席安排嘅，係我哋。你係建制派啊嘛？你夾手夾腳衝殺香港人嘅投票權啊嘛？你講建聯最無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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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冇選舉。之後咁樣係嘛？我哋個會議好難進行嘅喎，咁樣。但係你預你創意咧有機會俾你發言啊嘛。發言嗰陣，如果繼續係咁，我哋點樣進行會議咧？我點樣進行唔到啫？咁咪佢講我講句咯，咁而家點啫？你想點啊？會議唔係咁樣嘅嘛，一個講緊講問啦。你而家有權講我出去，你想點啊？我唔想咁樣做，但係你唔好逼我。我唔係逼你啊！我唔係逼你啊！佢拉你半天啊嘛，你明唔明啊？語無倫次啊！又想講完先，你先講啊嘛。停止發言。三咧就係證據咧，請問市民希望議員做本聖言。黃毓民議員，請你唔好再干擾會議嘅進行。讀住中途離場啦，佢犯法，讀住中途離場啦，佢病。黃毓民議員，請你唔好再干擾會議進行。邊個有一個具體嘅事實證明啲市民投票出嚟俾佢嗰啲議員，佢一定要去做本聖言啦？如果中間黃毓民議員，請你停止發言，係咪？
減呢個議席嘅一半，佢係經過立法院三分之二多數嘅民選議員投票通過嘅，局長。最近英國嘅大選，聯合政府幾乎爛產，就因為個選舉制度，到最後係兩個黨同意交付公民投票嚟改個選舉制度，然後先至組得成嗰個聯合政府。我話俾你聽，呢單嘢唔會同你算數嘅，群眾亦都唔會同你算數嘅。你跟住走行業之內咯，係咪？喺入嚟。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五月十七號他就提呢個建議，一個禮拜後之後即刻開一個特別會議，跟住再加一個禮拜就開法案委員會，跟住一個禮拜要搞掂，咪正冚家產嚟嘅呢班係咪先？冚家產，所以我哋最先就係我哋出嚟抗爭，我哋出嚟嘈嘅時候，嗰班民主黨嗰班暗春都唔知喺邊。人啊，個個就出嚟抽水，係嘛？七月二號朝頭早，我哋仲喺北角差館班吳家產嘅上去政府總部，話要撤回方案，包圍立法會。而家去咗邊啊？佢喺一樓一尾出嚟啊！佢哋只可叫雞不可吹雞。所以大家有眼睇，係咪？嗰、那個係五月廿四號，跟住落嚟幾次會，我哋都喺度搞嘅。OK， 我哋仲有下集。看埋下集，你點樣繼續同佢哋抗爭到底？好，我要走條街。我參與抗爭年十一月區議會嘅選舉，堅持啦！好多好多民意啊！
市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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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個零禮拜之前在前廳，我已經警告你，你不要以為你很得意，你衰硬了你鋪。你記不記得？跟住你起身就行。平時我同你前廳都有經有講，嗰日我真係温馨提示，你而家睇到你嘅情況係急轉直下，我哋就氣勢如虹。喐你唔使我喐你而家，我哋喐佢啦就係。而家嘅大班喺度啦嘛，包括有啲尊貴嘅議員，好似我隔離呢位，又話細集啦，而家就俾你細集啦。2012我要選我四個人，一人做一年。主席，我冇讀過兩首詩，一首係朱熹嘅《讀書有感》，呢首詩講咩咧？昨夜江邊春水生。蒙冲巨浪一无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老师，识唔识解啊你？水嘅力量几大啊？蒙冲巨浪都好似一无咁轻啊，系咪？枉费推移力啊！啲极权主义者统治咗，想压制民意，压制我哋嘅自由，枉费推移力，只要。出江邊春水生，就蒙沖巨浪一無輕。此日中流自在行，有眼俾你睇嘅。仲有一首詩，又係宋人所寫嘅《楊萬里嘅歸園圖》：萬山不許一溪奔，難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池泉。局長。有冇讀過呢首詩啊？水性係向自由嘅，人性都係向自由嘅。人本生而自由，其權利及尊嚴亦屬平等。呢個係1948年嘅普遍人權宣言。聯合國普遍人權宣言同我哋宋代兩位知識分子用水嚟描寫嗰個人性向自由。任何力量都阻擋不到的。今天在香港一個這樣的環境底下，政府甩頭甩骨，進退失據，你不但止不去幫忙，你去幫閒，你去添亂。如果我是中央政府的領導人，我一定掃把你出門口。詩俾你聽，等你翻反省一下啦。你同我都係主內弟兄，啱唔啱啊？你自己諗下啦，係咪？你晚上禱告嘅時候，問下上帝，你呢種所為係咪配得稱係上帝嘅兒女？多謝主席。鬱敏今日有咩詩啊？今日有咩詩詞啊？今日今日佢哋吟詩都吟唔得。今日有一首詩叫《白鴿愛鳳者》，白鴿黨咧就叫愛鳳黨 ，OK 啊，呢個就即係最新嘅。正話入邊有人話啊，愛鳳黨啊幾好啊，一愛鳳黨。唔係你要搞清楚先，你頭先不斷咁呼籲緊，就係嗌佢落台落台，又或者食屎食屎，你一定要嗌叫雞叫雞，咁咪即係鼓勵佢咁做啊！嗱，我哋咧就其實今日咧呢度，即係我唔知啦，我哋問下兩位主持啦，大家嚇仲要繼續喺度玩下無區嚇。咁佢哋都未放工，入邊咧10點放工噶啦。你帶啲咁過嚟嘅過嚟傾下。咁啊，聽日咧，唔係我試下入去扭下，睇下邊個夠姜皮上嚟，係咪啊？好，何真人、黃成志、劉慧卿，你明答，我哋愛的呼喚佢哋好唔好啊？叫佢哋啲名，叫佢哋，等佢哋
感受下我哋嘅支持。咪入邊聽到嘅，大聲啲啊，得啦，大聲啲，聽到曬嘅。